又华牧师在今篇信息《天国道问答篇》中分享到，神给予石安教会的托付负担或是枷锁，很多时我们都会实行一段很长的时间，甚至是持续实行一生之久，除非神启示又华牧师另一个更大的托付，例如每星期源源不绝地分享一篇全新的讲道信息，以及一首全新的石安新歌。这两件事都是石安教会必定一生之久永远实行下去，是神给予我们永不终止的托付。但亦有一些神给予我们的托付，虽然执行了一段长时间，但终究它会因为另一个责任甚至是时代的变迁而完结或改变为另一个执行模式。例如互联网的普及和数码化声音档案的出现，虽然送出录音带和录带的侍奉已经实行了约20年之久，但因为时代和科技的转变，发展出网上平台发放，变为一种更便利和更有效率的模式。所以石安教会由一开始免费送出录音带，转变为网上平台发放模式，包括在石安日报发布每星期主日信息的 MP3 数码档案、详细笔记和图片，随后也会发放至 YouTube 频道，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此外，石安教会的系统上同样有永久性或短暂性执行的系统，其中必定会永久性实行的就是家聚和门徒训练对一系统。向基督教界中，特别是灵恩教会，众所周知，在现代教会中第一个设立出成功家聚系统的人是韩国最大教会数十万人的与以岛纯福音教会创办人赵容基牧师。1985年由华牧师创立石安教会时，同样以家聚系统的聚会模式让初信融入教会，学习圣经，学习怎样侍奉神，在信仰和性格上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成长。但是由华牧师采纳韩国赵容基牧师设立的家聚系统时，已经按照神的启示和带领改良，演变为大家今日所见石安教会所设立世上前所未有最好的 AB 家聚模式。首先，赵容基牧师设立的家聚模式是怎样的呢？他的家聚基本上会每年循环分享一套只有52篇解释新约罗马书的信息，家聚负责人每星期分享一篇，分享完一年52篇后就会由头开始重复分享，每年重复一次。假如一个家聚由50年前创办教会开始已经分享的话，换句话讲，这个家聚的负责人和成员已经听了这套信息50年，已经听了50次。由华牧师创立石安教会的 AB 家聚系统明显比上述家聚系统更先进，因为由华牧师设定家聚每星期分享一篇新的家聚信息，并且在同一个家聚里面信息是永不重复，过去33年从不间断。新加入石安教会的初信会被安排在新开始的 B 家聚，由头开始听第一篇家聚信息，打好信仰的根基。意思是如果今年石安教会开始一个新家聚，这样今年加入教会的初信就会由33年前石安教会开始第一代家聚时所分享的信息开始重新听过，不会因为迟加入石安教会而错失开始时的根基信息。而且赵容基牧师的家聚模式，每当人数增长时就会为初信开始一个新家聚，其中会有一位家聚成员永久性离开自己所属的家聚，成为新家聚的负责人。所以赵容基教会的每位成员只会参与一个家聚，家聚负责人亦只会参与自己带领的家聚，不会在另一个家聚中接受喂养。的确，由于没有新信息，所以亦没有参与两个家聚的需要，更没有参与家聚2年以上的需要。但是自己带领的家聚当中的信息都已经听过无数次了，自己亦将会年复年地无数次分享同一套信息。而这一种模式只是不断浪费所有人的时间，不断重听同一套信息，而且无法在属灵上进步。但石安教会实行的 AB 家聚模式，每位家聚负责人都会参与两个家聚，一个是初信开始以一直参与的家聚，称为 A 家聚，因为他在 A 家聚中能够每星期听一篇新信息，所以他一生都能够在 A 家聚中接受喂养，以及在圣经真理中不断成长。
相比赵容基教会不负责任的家聚模式，要求所有人每年都重复听同一套信息，石安教会的 AB 家聚模式却每星期研究一篇全新的信息。对比之下，这个工作量和心思大几多倍呢？当他成为一位家聚负责人，就会带领另一个 B 家聚，并由第一篇家聚信息开始重新分享，由头开始用信息喂养另一群初信，就好像自己所参与的 A 家聚一样。这种 AB 家聚系统对比赵容基教会只有 A 家聚的系统明显优秀得多，最基本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接受 A 家聚的喂养，与此同时亦可以带领 B 家聚一同成长，成为一个健康的属灵循环。赵容基教会只有 A 家聚的系统，听完一年信息后就停止成长，比不上石安教会的 AB 家聚模式，能够令所有教会成员既能被喂养，亦能够带领别人一生都不断成长。但是尤华牧师设立的 AB 家聚模式并非全世界都通用，只有石安教会是可以。为什么呢？因为世上只有石安教会能够在过去33年从不间断，每星期都有一篇新信息永不重复，不单是史无前例，更向全世界示范了怎样每星期分享一篇全新的主日信息之余，另外再分享一篇全新的家聚信息。至今尤华牧师已实行了超过33年，但世上仍未有任何教会可以复制。所以要实行 AB 家聚模式，基本上只有石安教会能够做到，没有其他教会可以实行。但是为何其他教会不效法尤华牧师每星期分享全新的家聚信息呢？一，这个是极之困难的一件事，没人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做到，只有藉着神源源不绝的恩膏和启示，才可以超自然地做到。二，为什么神没有恩膏另一个人好像尤华牧师一样拥有每星期源源不绝的启示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的属灵生命并不配得这份如此珍贵的恩膏。然而藉着尤华牧师过去33年在石安教会所分享源源不绝的新信息，就证明这份恩膏是确实存在，现时世上并没有另一个人拥有，只因为他们所做的并不配得这份恩膏。 AB 家聚系统是需要源源不绝的信息，连全世界最大教会的赵容基牧师都无法做到，甚至历史上从未有任何一间教会能够做到。但 AB 家聚系统只是主日以外神带领尤华牧师在石安教会实行的第一个系统。过去33年，尤华牧师在神的恩膏和带领下所设立的众多不同系统，绝大部分即使集合全人类的力量都不可能做到。例如门徒训练系统、策略区系统、恩赐运作系统、说的聚会系统、每日灵修节目栽在溪水旁系统、 AOE 策略训练系统，以及2012荣耀盼望信息的分享和制作的系统，根本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或任何教会能够以人类的力量做到。唯有尤华牧师和石安教会拥有神的启示和恩膏，才可以成就这一切不可能的超自然系统，完成神的旨意和时代计划。